Daisy， 我要講一講。嗱，頭先有代表講到咧，係話大家同意，我好同意嘅，亦都唔好互相攻擊。但已經今日已經有人喺放喺網上咧，係攻擊民主黨，亦都話2010年係犯錯。有人有不同意見，呢個我哋尊重，但我唔會接受咧，呢個係錯。我都話咗啦，如果再有2010年嘅要表決，一人兩票，令到政制走前一步咧，我一定會支持。如果大家坐埋呢張台係咁樣指責，亦都放曬啲嘢喺網上指責民主黨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係唔會接受。所以我希望咧，大家用一個包容嘅心態去做嘢。但係如果係咁指責咧，阿 Daisy， 我相信係好難搞啊。嗯，